小苏，你醒了？你怎么在这儿？头还疼吗？我给你倒杯水。放开我！一会儿你还得求着我，让我别走呢。放开我！装什么呀？你不是刚知道的？是。什么时候？你办户籍的时候。果然，你一早就知道我的身份，你却假装不知道，还故意试探我，你到底是为了什么？我绝对没有恶意的。整天看我卖力的演出，像看猴戏一样，你觉得这样有意思吗？小苏，你知道我不是这样的人。你别跑，别跑，听到没有？一个女孩子在最天真烂漫的年纪把自己藏起来，自然有不得已的苦衷。一女扮男装在朝中任职已经是欺君之罪，何况明镜署里面个个都是探案的高手，想在他们眼皮子底下掩藏身份更是艰难。别说了，这些年你一定过得十分辛苦，我又怎么忍心揭穿你呢？小苏，你放心，我会替你保守秘密的。如果你不行，
放心，我会替你保守秘密的。肖俊浩那边你也不用担心，我来善后。为什么？你一定有自己的难言之隐，我会等到你主动告诉我的那一天。裴兄，我不会让你白白替我保守秘密的，我答应你三个条件，你随便提，我绝不会拒绝，我发誓。你一定要这样跟我撇清关系吗？是。那好，我现在就让你答应我第一个条件。你说。搬来我家住。这。我不放心你一个人住。这就是条件，你不能拒绝。你搬过来也可以监视我，看我到底有没有替你保守秘密。难道你要食言吗？这几个案子真是棘手啊。是啊，线索还是不够啊。就是。大家会不会已经知道我是女儿了？哎，听说有王红师傅栽了。栽了啊？他平日里做了那么多坏事，但是每次都不了了之啊。可他得罪了齐王，齐王连夜进宫面圣，夺了他的世袭，直接就把人发配到北边去了。哼，那他真是活该啊。